这样子吧，我们接下来来玩一点有点挑战性的，好吧？还有比日本文化更有挑战性，让女生逼咚男生，然后对视十秒钟。就你把我摁墙上。啊，可以吗 ？OK，OK，OK。Yeah， 别装模作样，快上当！天气正好就一起放，当别猜想，没决定的计划，不听别人讲的大道理，跑是百分百自己。你需要我来带着你，感受最新鲜的空间。不早了，早了，午饭吃饱了，饱了，啰嗦的无聊的话别对我说，好了，好了。你就像一台吵了，音响不停放着老歌。我发现你真的很会撩啊，他在网上挺奔放的，但是在现实就不行了。我网上主动是因为话题里有高情商回复，从线上聊天到线下见面都有一套标准的流程、标准话术。哦、你会说日语吗？阿玛特拉斯。哎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跟萨克聊上的？它在花园上有翻译功能，日语也可以翻译的。哦，原来是可以跟外国女生直接沟通是吧？那我就帮大家呢把花园放在左下角咯，都去花个五分钟试试看嘛。女朋友腿怎么样？腿一点短了。不是不是啊，其实这很短很短。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？有些一切尽在必然。